今天没段子，说个事儿啊。啊，你们一有那个哈尔滨出哈尔滨那个视频，你们就在下边艾特我。你看人家那黑龙江的博主都为自己家乡宣传了，你干啥呢？我干啥呢？我去年我就宣传了，我就发了，你们也没去呀。你宣传早了。我宣传早了是不是？嗯，我属于是预判了哈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今年去就对了，去年去咱也没有那待遇，是不是？豆腐脑都出甜的了啊，冻梨都刺身了，这也就不说啥了。听说那东北虎都变成金渐层了，胡三太奶都出来接客来了。辽宁连夜调了一批搓澡阿姨赶赴哈尔滨完成那个南泥北调工程。你知道我这个独在异乡唯一客的黑龙江人，真的我这后金痒都直刺挠啊。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吗？攻略啥的我就咱就不出了。为啥呢？因为你们在网上已经做足攻略了。但是我教你们一个省钱的妙招，这肯定别的博主没教你。嘉禾教你一句话，叫做脸皮厚能吃肉，啥意思呢？黑龙江除了冰雪之外还有啥就美食。哎，你别怕不要脸，你走大街顶，假设你看着啥玩意了啊、哦，你就一句话，记住一句话啊，大哥，这是啥玩意啊？没吃过呢。大哥，只能得告诉你，没事儿，尝尝吧，免费尝。你这口音有点不对呀，多东北呀。哎，不笑的、嗯、啊，好吃不啦？大哥，先说。你尝尝吧，哎，尝完好吃你也别不好意思不买，没事儿啊，下一家继续尝，下一家继续尝，一条街走完之后你是不是就吃饱了，省不省钱？但是有一点我着实是挺吃醋啊，听说那开劳斯莱斯的大哥免费给那个小土豆跑滴滴啊，完了之后怕人家害怕，那家伙都夹成苏打底了，那小动静那可不，还穿大花袄、啊、安娜车贴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等我回去你不接我的啊，怼死你，真气人。你吓我一跳啊你。太投入了，那手机都快敲出火星子来了。哎，说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看那种有味儿的啊？哎，你说话文明点啊，啥味儿？布洛芬都退不了的那种烧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懂啥？食色性也。妈，我不懂，我就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先上票再伤腰。那一个月工资刷嘉年华的都差200块钱的选手，你就别看直播了。那美女博主的评论区真的比考公都激烈。你倾家荡产给人刷那点零用钱呢，人能陪你过七夕啊？只能加速你过头七，真的是。哎，你咋那么看呢？那我不看跳舞，我看啥？我看你啊，你哪有个女人样啊？你看人家那身材，那胸，那腿细的，那臀翘的能顶一瓶水。那你呢？我能顶一屁股债呀。别也是一小毕业的，你咋不会跳舞呢？来不了，我那腰比领导的后台都硬。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，你少穿点那种休闲装，多穿点辣妹装，那我觉得回头率嘎嘎好。我这人嘎嘎保守，我夏天穿拖鞋我都得穿袜子，跟你喜欢的那种平时穿创可贴出门的人不是一路人，来不了。真酸，跟你交流真费劲。正常，我的原因我层次太高了。你相信爱情吗？我相信爱情，我他妈都被爱情开除30多年了，我相信爱情。哎，我也是。你也是，你也是个嘚儿啊！你压根你都没入学，你何来的开除啊？你不母胎单身吗？城里彩礼太贵了，是农村找个大姑娘去。哎呦我的妈去！还农村找大姑娘去？咋的？农村的大姑娘就得便宜给你啊？再说了，就你那样人，那得了吧嗖的，你搁城里边看不惯你的话，人家揍你两巴掌，你还能跑，还能报警啥的。那搁农村连个摄像头都没有，急眼了就给你刨了，做化肥，开春的时候直接拨地里。那可真是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到时候。我咋就非得让人给刨了？妈呀，那你也不是啥消停企儿啊，那一天沾花草的寻花问柳的，你老丈人看不上你欺负的姑娘，那干啥不给你跑路啊？你说话真难听，我那叫放荡不羁爱自由。你那叫治安管理处罚表第66条。哎呦我的妈，放荡不羁爱自由呢，给你抓了看你自不自由，看你管不管。又撞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他妈咋开的车，眼睛找后背上了啊，起步就溜车。大哥，你情绪化也太激动了。不是你这公了私了就完事儿，解决问题就完事儿。你说你咋嚎有啥用啊？我嚎啥了？啊，行事来个讲理的，合着还是个没素质的。我是来替他撑腰来了。我说他妈又不来当大法官来了。再说这跟讲不讲理有啥关系啊？那遇到事儿就解决问题就完事儿了呗。你就说公了私了就得了呗。5000，杀！多少啊？5000。我他妈把你肾撞丢了，把你腰撞没了，5000呢？
你就好好出个价，我是来赔你车损钱来了，不是来收你这车来了。你要想倒二手车的话，我认识个倒二手车的，我给你出个性价比高点的价，要不然的话我可报警了。报警啥意思啊？公了啊？我告诉你敲诈勒索，要车点的话别你也不能这么要价格啊！你别你上车顶，你别上。咋说了呀？咋说给他转二百五？那我爸说了，转二百就行。二百不符合他气质，哎呀行，二百五，二百五，大下雨天的。我跟你呀、啊，你也是，你这一月都死，哎呀妈呀！你以后啊，你别买车了，你干脆你买条路，嗯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几个地方能找到有钱的男人啊。嗯。高尔夫球场、马术俱乐部、高端的游泳馆、健身房、五星级酒店的行政酒廊，还有互联网大厂。最后一个啊，有名气的寺庙。你干脆告诉我，让我上汤镇一品去，挨家挨户敲去得了呗。就你说这几个地方，真的还真就寺庙靠谱。那其他地方的门票也太贵了，要不咋说许愿得上庙里头呢？我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有这观念啊，还非得说是找个有钱人。你说他成为有钱人会比找个有钱人强啊？说的对。那你看你格局大的啊。哎，你要那么说啊，逆向思维。那我没事到那地方转转，那我不就找到对象了吗？上那些地方那不都想钓有钱的凯子吗？那又不是找有病的傻子。你这又上升到人身攻击了，我差啥？我不就没钱吗？我又不是一无是处。妈，你还不一无是处呢？那家伙三十来岁，人家三十来岁都有房有车有房车，你那三十来岁有毛有病有毛病，站起来快乐都迷糊。三十岁的人，哎，五十岁的眼睛，六十岁的膝盖，七十岁的肩膀，你的腰刚过完八十大寿吧，头发都快过头期了。不是你，但是你的钱包像一个新生儿似的，是吧？全身上下都已经进入老年的状态了，哎，就光脑瓜的留在幼儿园阶段了，多牛逼！年轻，上帝在你身上，门也没开，窗户也没敞。普通人要存一百万实在是太难了，这有啥难的？不就是不能吃苦吗？多来几份兼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那个做代驾啥的，那年入百万不是很轻松吗？妈的，说少了，那用不上一个月就得资产过亿，张张都是玉皇大帝。看着说话不腰疼，真的是。哎，那你咋不去呢？白天上班，晚上上班，还没等年入百万呢，就得年底大办，真的。然后数十赔一百万。哎，确实能啊，确实能。普通人想存一百万需要多久啊？一个月一万块钱工资的话，不吃不喝八年半呗。那也不难啊，玩的呀。一个月三千块钱工资，却觉得一百万是小钱的人是什么人？你本人。我月薪三千是因为一个月只有三十天，那如果一个月有一百天，那我的月薪将高达一万。你没事吧？你可真厉害，真的是！你没有厌食症吗？你自己，你给你自己都画饼啊！你不懂，这叫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还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，你那叫闹钟一响，你我皆是牛马。哎呦我的妈！要不说人呢，一旦上劲儿的时候，他自己都给自己吸了。有没有人跟你们男生说过，就你们车里头就是有味儿、嗯？哎，我就一上车啊。妈，我好像坐谁被窝里，就一股闹不登的味儿。哎妈，我好像让你给我夹卡进窝里了。就有老多网约车就你车上那味儿了。哎，我就本身我不晕车啊，就有一股那个像老人味儿似的，你知道吧？完就体臭，完再加上脚臭，再加上车本身只来着皮革味儿、汽油味儿，然后暖风直接就晕车 buff 的拉满了。哎，就真的就这种味儿，一般人都挑不出来，我都不知道咋形容。那我明天惊喜一下吧。对，你好好给你的车杀着菌吧。哎，你妈前两天说给你介绍对象，是不是吃饭前好好的，完你送人家回去就黄了。别说了啊，一针见血。我是一针见血，我没查你大动脉上。我今天看了有个人建议说的，女性退休年纪应该从五十岁延缓到六十岁。啊！大姨妈都退休的年龄了，还得出来拉磨呢。啊！女性的预期寿命在九十岁。你看哪个活到九十岁了？怎么晴天说梦话呢？
你别说九十岁了，你就现在的年轻人，坐时间长了起来，那眼睛都黢黑。就现在这工作量，还九十岁呢，七十岁还能生活自理，那都属于是骨骼惊奇了。退休了还得跳广场舞，跳四十年。你看哪个广场舞大妈啊，跳八个小时，九有六的那么跳了。大学生就业都这么困难了，完了你让这帮精英去跟那个年轻人抢饭碗呢？我妈今年五十了，明个我就给她报个班上老年大学，那没有一技之长傍身，你咋跟大学生抢资源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对不对？一回去我就告诉你，必须卷起来。专家不种地，专门研究高科技。我建议专家不要总是建议。你看，是不是厕所里都放鞭炮，激起民愤了？其实专家，你不是这个意思，对不？你是想说的是按照个人意愿，哎，选个延缓，是不是？我也只能帮你扯到这儿了啊！那一天把你闲的。走啊，瞅啥呢？我这车没有方向盘加热。那你这个是不是买大了？你这套，你这小王子咋吊死在这儿了？你咋这么磨叽呢？人让你开个车这么费劲，走不走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老板到了啊！你搁哪买这？我烤的呀，正规骑士，持证上岗。哎呦我的妈，烤的呀！我寻思你给教练买房了呢。可不敢胡说。你听我一句劝啊，真的，以后改公共场合尽量就别开车了，太丢人了。我技术不好呗。嗯，我爸 City Work 都比你快。哦，那我开慢了。那你觉得我几档起步比较合适啊？几档起步？你一般不都弹射起步吗？我下个月买车了，那我好好练练啊。买车？我建议你不要买车了，我建议你买条路啊、嗯，就停这儿了。这不到地方了吗？到地方找停车位呀、啊。没有停车位呀、啊。那咋？妈，没有停车位就室内200块钱随便停呗，意思就是啊？那前面不有那厕？你是不是不会侧方停车呀？哎呦我的妈，真的是武则天守寡，让人失去理智。来，你下车，我来。哎，你这不是有农舍电话吗？这啥意思啊？车开明白，文化也低。对二，炸，四勾有没有？敢炸？网都没下来你就敢炸呀？啊？抓着王了，什么啥？撩，炸！亲儿，嘚瑟呀！你以为你是刘谦儿啊？还劈开出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就给你上一课。哎，做人不要太癫狂，指不定谁辉煌。哎，交学费。为何你？那上楼缴费吧。啊，楼上是吧？嗯。缴费的。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呢？身份证复印，那附近有身份证复印的地方是吧？啊，去吧。嗯。来，身份证复印件，那个缴费单。啊，那哎，你那申请表呢？啥申请表啊？你这门口填的啊。复印件、申请表、缴费单。啊。那个街道证明呢？还要街道证明？嗯，你刚才没说呀？身份证、户口本，完了毕业证，还有那个街道证明申请表、收据啥都搁这儿呢。这阵办不了了啊？这阵为啥办不了了？中午休息了。中午几点休息啊？11:30呢？这不才11:25吗？下午再来吧啊。Later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在我们这儿办啊，你得回你户口所在地办理。不是，那你上午的时候你为啥不告诉我呀？你也没问呢、啊、那你是干啥的？你是工作人员，那需要啥不都得跟我们说清楚吗？那我都跟你说了啊，回户口所在地办。你还有事儿没？有事儿，
不是你们都这工作态度吗？现在像个院总似的，多一句话都不能说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身上没装 GPS， 你是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定位啊？你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不是给人民添堵的。你就这个工作态度，要不行你别干了。你干啥呀？这不让录像啊！我录什么像？我录像啊！你是网红，你是明星啊！我还录你？不是，那你拿手机干啥呀？我投诉你，属螺丝的欠拧，什么工作态度？你快点回火星吧，地球是很。喂，你好，帅哥，我到小区门口了，你下来了吗？啊，你开进来吧。不是，你们小区保安不让进呢，麻烦你下来呗，你走出来呗。那你开不进来，我不做。啊？那麻烦你取消一下订单呗。你不进来，你还让我取消？你等着吧。你啥人呢？你约啥车呀你？你下回直接约120呗，他还能上楼把你抬下来。姐，你给厨房碗刷一下子。啊？呀，睡着了，我还寻思刷完碗咱出去吃烧烤去呢。装挺像啊，去给我买盒华子，我嘴里没味儿。妈，你一张嘴，教练，你一张嘴我都闻着一股味儿，还你嘴里没味儿。再说5块钱能买啥华子呀？松花牙膏啊？你要刷牙呀？没事了，认车吧，啊？嗯。又压线了，看着点儿啊。那说多少遍了，脸上两个灯泡挺老大的，那也不亮啊，看着点儿。你瞅我干啥呢呀？看后视镜。咋又熄火了呢呀？那我二舅脑血栓，那腿都比你那好使，咋的？不吃劲儿啊？来，再来一遍，打火。打火呀、啊！你不会好好说话呀？你大早上吃二踢脚了？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？没有笨学生，只有坏老师。我话又飞上你这来听你恨的来了。说白了，你是为我服务的，你是分不清大小王了，肚脐眼长后背上，反了你了呢？不是 你什么你呀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没人怪你的臭毛病，你能不能教？不能教，换个人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咋还？你往后点，挺大个猪腰脸，耽误看后视镜了。我下车帮你指挥啊，给你看着点啊。这脾气可真大，来来来来来啊，往后倒，哎，倒慢点慢点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慢慢倒啊，慢慢倒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哎，好嘞，哎，来回正回正，慢慢回慢慢回，哎。你干嘛呢？你不奔线去了吗？妈，吓死我了，你长得也太磕碜了。不是，我看照片了，还赢啊？全是 P 图。正常，现在的朋友圈那都不是晒自拍了，那都属于是晒技术，他都是技术精英。就应该3幺5打假都给他抓起来，真是其貌不扬啊！老姑说了啊，过两天给我介绍个韩国的，说这回保准漂亮啊。老弟，你没听过亚洲四大邪术吗？啥呀？韩国的整容术，泰国的变性术，日本的化妆术，以及中国的 PS 术。你知道哪最吓人不？哪个？你看啊，你跟中国人去奔现是吧，一见面露馅了；你跟日本人去奔现，晚上一卸妆露馅了；你跟泰国人去奔现，到晚上，哎，是不？那你跟韩国人去奔现，你只有生了孩子才能露馅，那你都得悔不当初，你知道吧？你品吧，都是知识，长点记性。哎呀，坐这坐这，你又当没看到我，这样你老躲我干啥呢？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呢？不是，哎呀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就 我那闺蜜王琦，你知道吧？太知道了，咋了？嗯，就她跟我说的嘛，说就不能对你上太上杆子了，就是得保持距离嘛。啊？就是得若即若离的嘛，要不然以后就不好看着你了。嗯。哦。那我下月我和王琦结果你来吗？你有份。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大概是什么？那起码得长得漂亮啊，我吧是个颜控，
但如果像你这种一般的啊，要是能够温柔体贴，婚后还能辞职在家当全职太太的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你出生的时候没做大排畸吧？那要不怎么满嘴是牙尖捞些屁眼的歌呢？你看你这脾气你还生气了？我这要求高啊？不高，你的要求比你个儿都高啊。那咋跟你在一起过日子啊？班儿也不能上。不让你上班不是好事吗？这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儿啊。在家管管家庭还掌握经济大权的不好啊。一个月啊，那个五险一金税后6500。那叫掌握经济大权啊，那不免费的账房先生吗？有道理。你看你攻击性有点大了吧。我这人没素质啊。就因为我刚刚说你不漂亮是吧？那我收回那句话，但其实吧你也不是不漂亮啊，你就是有点胖，脸胖。我97斤，我还胖啊？多少斤没关系啊，那有的97斤还低罩杯呢，前凸后翘的，像你吧97斤都长脸上有啥用啊？97斤低罩杯，那是长俩脂肪瘤吧？你说你个儿都长得像盘08肉似的，你咋好意思在这嘎挑肥拣瘦的呢？刚才一进屋还说的啊，你1.68米看着不像啊，是不谎报了？我想说了，狗眼看贼不低呀，你自个儿都1.88米的个儿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挑肥拣瘦的呢？不是，我收回刚才那话啊，你不是出生那时候没做大排畸，你是属于是情商当脐带给掐了啊！啊！我帮你把牙签上香，你说你这么。